大家好，我叫北斗短报文，因为独特的双向通信功能成为了北斗系统的独门绝技。2008年汶川地震时，救援部队就是利用我突破了通信盲点，在黄金72小时里搭建起指挥决策的生命线，成功转移灾民近万人。北斗呼叫天降神兵，我使命必达。此外，渔业也是我的大客户，在我国沿海和内河，甚至缅甸、老挝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十万艘船只上都有我的身影。我不仅能将渔船情况上报管理平台，还能实时接收便民信息，做远航者的海上保护神。我义不容辞。为了让我在应急领域发挥更大作用，航天科技集团五月研制出了手持、车载、船载、机载等多种终端。这次随着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建成开通，我的服务范围不仅扩展到了全球，容量更提高到1200字。适应各种应用的终端，质优价廉的服务将让我在户外探险、生态保护、地质监测、追踪搜救等更多领域大显身手。天上翱翔北斗星，飞入寻常百姓家，我的未来远比你想象的更精彩，敬请大家拭目以待。